到底是什么课题让魏家祥一个人的任性让七个部门检讨承担？要检讨的部门包括国际贸工部、财政部、经济事务部、多媒体通讯部、科技及工业部、企业发展部，还有交通部。这么多人检讨，魏家祥你好意思吗？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桃，欢迎收看五八劲爆。什么是 Cabotage Policy？ Cabotage Policy 指的是沿岸海运运输政策，是世界各国规范境内水域的运输政策。我国的海运运输规范于1952年商务海运法令，其中第65项 KA 就说明只有马来西亚的船只可以在马来西亚的水域内进行船务运输。这个法令也赋权本地船务执照审批局有权利批准、驳回或发放临时准证于外国船只。为什么会引起争议？2019年3月28日，当时西盟的交通部长陆兆福就落实了有条件的特定沿岸海运运输权豁免。从该年的4月1日起，外国的船只可以在大马的海运进行海底电缆修复。同一时间，把外国船只27天的申请程序减少至14天。可惜一朝天子一朝臣，国民挑剔选人，外资投资无门。2020年10月13日，国民交通部长魏家祥颁布宪报，撤销了这项豁免权，其中对象就包括维修海底电缆的外国船只。结果呢？全球霸行企业如 Facebook、Microsoft、Google 一起向首相穆尤丁投诉，要求首相介入魏家祥的决定。他们认为国盟政府撤销这个豁免权，那么外国船只只要有意在大马海域进行海底电缆修复，就必须要申请 DSLE 的这个执照。那申请 DSLE 的执照又必须获得 NASA 的认可。这个 DSLE 的制度导致在马来西亚修复海底电缆需要27天，是本区域耗时最长的国家，新加坡需要20天，泰国需要19天，而越南只需要12天。简单来讲，撤销这项豁免权会延误海底电缆的修复，同时会大大减低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其实，大马得天独厚、免于地震的地理位置，是外资来我国设立数据中心其中一项吸引的关键要素。再加上我们的土地价格很有竞争力，比较便宜。还有就是西盟执政时期，比如杨美莹推出的一些再生能源政策，也大大的降低企业的电费成本。这些政策都是吸引外国投资者来我国设立数据中心的关键要素。如今魏家祥一意孤行撤销豁免权，其实就是赶走外资的意思。早前面子书宣布将在新加坡和印尼建立连接亚太和北美地区的海底电缆， MDEC 直接发表一份立场声明，说明这是对马来西亚的巨大损失，马来西亚将在这个区域的竞争中失去优势。他们说新加坡是通讯电缆的贸易中心，而泰国也渴望成为东盟的第二个连接枢纽，他们正在计划充分利用 Digital Panama Canal。 先说什么是 Panama Canal。Panama Canal 就是位于中美洲的巴拿马运河，有了这条运河，极大的缩短了船只来往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时间。泰国想要做的 Digital Panama Canal 就是类似的道理，企图绕过马六甲海峡，通过泰国就可以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这样电缆的长度就能够减少多达1200公里。不懂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功？如果成功，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大马将失去竞争优势。为了减低来自北方泰国和南方新加坡的威胁， MDEC 认为马来西亚政府需要改善关于海底电缆的政策。针对上述的种种说法，魏家祥部长反驳说，人家会去新加坡投资是因为面子书在新加坡已经有数据中心，而且马来西亚没有适合建立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真的是这样吗？其实魏家祥的反驳并没有解释为什么面子书会选择去印尼而不来马来西亚，这是第一。第二，马来西亚真的是没有建立数据中心的基本设施吗？错。根据2020年至2025年大马数据中心投资与增长报告，大马数据中心产业其实不断发展，预计在2025年能够创造高达33亿令吉的收入，投资者包括吉宝数据中心啦、首丰数据中心等等等。所以还是请部长在发言之前做
好功课。马来西亚是有潜能发展数据中心产业的，而大马并不是像部长口中说的那样一文不值。不说你不懂，我国的大马数码计划 MyDigital 其中一项目标是想要在2025年成为东南亚最多海底电缆的国家。如果国盟继续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外资，你觉得我们有可能达成2025年的目标吗？欢迎留言告诉我。